多这个帮助自己这个上班运途的这种这个心机小物，法宝，法宝，也一并都介绍给大家。一凡，对，因为我现在就是经历那些心机变比较重一点，就是比较会自我调整。那我因为我的工作其实都不是那种朝九晚五的，什么空服员要红眼班机啊，然后当主播四点半要进公司啊，其实长期下来我的生理时钟是非常乱的，胃不好，对，然后胃不好，然后状态不好，然后睡眠也非常差，然后加上现在年纪又到了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我的肌肤很多问题就你知道浮上台面来，就是纹路啊、暗沉啊、松垮啊。然后今天我为什么对我会讲这个秘密武器呢？它就是琥珀霜，这听起来很厉害，什么琥珀霜？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里面哦，你会很惊讶，因为它里面就是琥珀色的。然后应该算是一个半宝颜色，半宝石，对，它是非常珍贵的。然后呢，其实在它就是要在地层底下哈，很上万年亿万年，对，亿万年。天哪，人家出什么钻石霜，你这是琥珀霜。然后这个琥珀霜呢，其实在侏罗纪公园有提到，就是琥珀它可以封住那个就是恐龙的血液，然后萃取出来就可以复制恐龙，所以它的生命力跟修复力很强。那这一款呢，它其实它的剂型有点像凝霜状的，然后你擦上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。就是你的手指碰到肌肤，你会觉得很嫩，然后慢慢变油变水，然后就立刻吸收到里面。它的质地会改变，跟着你的体温。对对对，然后是非常快的吸收到基底层，而且它这一罐里面有1亿7000万个微针分子，可以把所有的养分就直接带到基底层，而且它的分子小到只有发丝的千分之一。而且它这一罐里面不但有这个琥珀酸萃取，还有非常顶级的像是白松露萃取，还有其他的修护。成分，然后全部都吸到你的基底层，然后从那个基底层去修复你外在的这个样貌，重建修复，高科技。我以前就是很容易累，然后看起来长官就说：“哎，你昨天又去哪里嗨了？”啊，我就没有嗨，因为我们就没有人生啊，以前。但是我现在擦了这个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急救性的一个保养。因为呢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兼顾家庭跟工作啊，就是其实你容易疲态。但是像最近秋冬转换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干痒，然后会有纹路出来，我就用它来急救，立刻就 hold 住了 ，hold 住了我的轮廓线 ，hold 住了我的苹果肌，就是整个就 Q 弹起来了。真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，在法国啊，很多女人都会用这个琥珀，因为以前是琥珀比黄金还要贵的。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以前那个琥珀啊，一小块它可以买一个奴隶耶，就是它的价值是大到这种程度的。对，然后其实，在琥珀以前是贵族才能用，像我的偶像那个苏菲玛索，哦，超漂亮。然后对她的那个皮肤细致状态，她也是用琥珀的这个保养品。那它这个是针对亚洲女生所设计的一款保养品，所以亚洲女生就很适用。再来就是它四季都可以用，因为我刚刚讲它是急救，你秋冬它可以立刻补水，可以修复之外，其实它那个春夏它也完全就是不会黏腻感，对，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哈，可是霜状好像觉得是你就是用完它之后再上妆会有屑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因为太 rich， 然后你就会搓出那种白白屑屑，对，它完全不会，因为我是用完它，然后再上我的隔离霜粉底，完全一整天很服帖。像我们之后录一整天。我是中间要补妆的时候，我会先擦它，再补妆，也不会强碰到。贴妆，对。然后我今天是全素颜的状态，你全素颜，我只有画眼妆，我看不出来耶，看不出来。可以摸一下，浩如帮我摸一下。我今天真的是全素，而且这是没有粉，我史上头一招全素颜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效果太好。那我就是沾一点点，它就可以全脸吸收。然后你就是稍微按摩一下，然后针对轮廓线的部分，我会用这个按摩爪子，对，去提。拉一下，哇塞，对，就是整个那个苹果肌，叫做爪子啊，就是变成这样，对对，这样子去弄它，然后你就觉得天哪，它吸收的也太快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浩如可以试在手上，你会发现它剂型的转换跟它的吸收率，真的就像磁浮列车一样，整个吸到基底层。我觉得你现在擦了这个右边，你的气色就完全变得红了。我现在是都素颜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右边有上这个。琥珀霜，大家看一下我的状态。好，来，我们定拍来，截图，截图，再截图。好，而且你的右脸。有比较小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就比较紧致。你看他左脸跟右脸，他的右脸右左脸也很好，可是苹果肌有一点掉下来。对对对，你好诚实，上去了，不是掉下来，就是很可爱，还是有苹果肌。你知道苹果肌整个掉下来？不是，右边有差。
你刚刚说整个掉下来，没有伤害啦。我听得很清楚，你明明说他整个掉下来，比较累，右边比较有精神。他今天睡很饱，整个都醒来了。但我一直都是这个牌子的 fans， 然后它这个胶囊超好用，就是我们常常去旅游或出差啊，它其实一颗胶囊就可以用一整张脸，然后你出外携带非常方便，然后你用完这个之后再用这个，真的是无敌耶，超好用。所以现在只要上网买，你只要打琥珀霜就可以很轻松找到。哦，了解，所以早晚都可以擦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都男生也可以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在职场上，在工作的时候要看起来很年轻，很有活力，很有气色，这个人缘就会好。所以这个是好上班呢，可以让自己的这个上班的前途更好的一个人员增加。所以它这个是怎么样？它晚上有分晚霜跟早霜吗？还是因为其实它只要一瓶，不管你是早晚，不管你是春夏秋冬，其实这一瓶都可以搞定，外用方便呢。对上班族的这个女人来讲，因为她太忙碌了，有的时候太多瓶瓶罐罐，你觉得很烦躁。还蛮值得推荐的啦。哇，谢谢你的这个推荐。